枪友们，这里是泰国的首都曼谷，我是枪火，今天又来枪店来录枪了。今天呢，就是之前的废话不多说了，这废话太多，容易造成枪友的一些各种喷。今天呢，就是介绍这个左轮，这把左轮的名字我还是不知道。想知道的呢，自己去科普；然后懂的呢，然后懂的枪友呢，在评论里边提示一下就行了。这把枪呢是台湾出的一款这种西部牛仔这种风格的大左轮，就是好多那西部片里边最常见。这把枪我刚一拿到手的时候，就给我的感觉，这枪太值得收藏了。它的整体的做工特别的细腻，就是它的这个枪身呀，还有枪把儿啊。虽说枪把儿这是塑料，这不是木头。这如果要是实木的话，它的收藏的价值会更多一些。对吧？西部牛仔。对吧？不是拎发，不是咱们现代的这种，不是现代这种左轮枪可以连续来激发来搂的，它就是纯西部牛仔，就这样上的这种。哎，这样上一下打一枪，它这个使用的这个动力也不是太完全一样。这把枪的动力它是 CO2 的动力，就是这种高压小气罐。就是一直持续关注我节目的人应该能看到，就我之前我自己买的那个有一把左轮，还有一把沙鹰，它用的是那种高压的小气罐，这个也是，应该是这块拆卸吧，它有一个六角扳子，应该随枪随盒子有一个六角扳子来拆下来，可以上那个高压气罐。它打的不是 BB 弹，完它这个介绍说，完那介绍上它那盒子介绍它打的是这个4.5啊，点45还是什么45，这个感觉是，好像不是 BB 弹，它打的是4.5的铅弹，就是咱们那个鸟枪，咱们那些气儿枪，以前咱们国内可以合法买合法玩的，但是后来都被收缴了。那些用的那铅弹，4.5的铅弹好像是打那个的。如果要是那个的话，它这个 CO2 的威力本身就大一些。如果要是那个的话呢，你玩起来更有一些乐趣了。它那个又有一定的这个威力，这个打鸟没问题。这个装铅弹，然后打鸟可以。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枪的工艺，它的枪的做工特别的细腻，这些枪身啊，这金属部分呀、啊，做的特别的细腻。这把枪感觉这把枪原枪应该是科尔特公司出的一款左轮，一款西部的左轮手枪。然后就是详细的画面我拍一个，还是拍一个主视角，然后大家看了这样更清楚一些。好了，现在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把枪近距离来观看，尤其是放在主视角这个位置上看，大家应该能看出来了，它这把枪的整体的工艺特别的细腻。哦，价格我差点忘了说了，我刚才问了，这把枪的价格是5500泰铢。这把枪的价格，这把是 BB， 这把枪属于归 BB 类的吧，这种气动嘛。这个枪是不需要手续的，就是完全交钱就可以买了，也不需要什么，还得这个用出示护照。给钱就可以了。这把枪要是换成那个，要是都是塑料的话，换成那个象牙色的这种枪把，感觉画面更好看一些。哎，个人啊，还是个人爱好，个人乐趣点。这块换成那种象牙色的那种塑料，再有一个小雕花吧，感觉更漂亮一些。这个戴上西部牛仔的帽子，穿上那身衣裳，再骑匹马，尤其是那枪套再挂上，就更完美一些了。想喜欢 coser 的呢，
然后买这个是别无他选的。这把枪刚才我研究半天了，这个没研究出来，这个具体它换子弹的时候怎么换？难不成这把枪是那个子弹是拿不出来的呢？刚才研究半天，不知道这个应该类似于弹壳的东西吧，应该是怎么拿出来的，我不知道。但是目前来看的话，会不会是你铅弹直接填充，直接这样填充了？没研究出来，没研究出来这个具体是在，具体是这个填子弹的时候，填充子弹是在哪个位置？感觉还不是侧滑。感觉这把枪还不是侧滑的这个坐轮。不会就是这么简单的来转动这个轮儿，然后来填充4.5的铅弹吧？是不是这么个意思？不懂，懂得给科普一下吧。这把枪的工艺真可以了，做的。哎，哦，这是保险，这是一个保险。太漂亮了，这把枪，感觉这个工艺做得太好了。我觉得这把枪做得比真枪这个都细腻，特别细腻。你用手摸的时候，那种金属啊，金属这种工艺啊，这种接缝啊，这些切割呀，做的这些特别的细腻，感觉特别特别好。反正就是喜欢西部牛仔老式左轮的这些枪友，这个比较值得收藏，这属于标准的收藏型。5500泰铢。好了，这把枪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。
生活啊，买的，私信也有，方便，地址我也有。